一座现代化智能工厂正展露英姿，它就是简一智能化生产基地。以五年领先、十年先进为目标，打造全球最大的大理石瓷砖国家绿色工厂和智能制造示范企业。今天，我们跟随镜头，结识14位能工巧匠，看他们如何通过智能制造，以低碳、环保、绿色生产，实现节能20%、减排40%、单位产值提升3倍的壮举。首先，从高空俯瞰，映入眼帘的是节能领航者。它是行业内采用建筑光伏一体化及 BIPV 设计进行光伏发电的系统，年均发电达6000万度，二氧化碳减排5.4万吨，相当于植树造林超200万棵。来到原料车间，均衡魔方通过独特的挤性料均化系统，原料均化效率提升50%，同时保障产品质量更稳定。而螺旋之眼更是质控高手，通过全数字化完成整个原料化浆工序，生产效率提升60%的同时，生产质量更优质。接下来的这位绿色制粉专家，便是行业全工序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燃料，相比燃煤节能20%，碳排放量降低40%。在烧制车间，空气质量管家正在高效净化环境空气，集中收集化浆100%循环利用，打造无尘健康生产空间。这位是纹理艺术家，他独特的高难度的喷墨加丝网套印组合工艺技术，由72台印花机组成的行业内六线，以工艺还原大理石逼真质感和美学效果。接下来是简易定制化的行业高配置的智能滚道窑，温度惊恐师，采用慢烧工艺，烧成周期是行业普遍时长的2倍以上，瓷砖受热更均匀，强度高，吸水率低，硬度高，稳定性好，保障产品好用耐用。加上独特的绣花烧成工艺，砖坯平整度控制在小于等于0.2毫米，比国家标准严10倍，保障简易的密封铺贴效果落地，实现无论铺多少片都像一整片的空间美学。生产线烟气的最后归宿，就是这座身价千万的烟气净化师，每小时处理烟气达50万立方米，粉尘、二氧化硫、碳氧化物排放浓度仅为国标的1/3。而这位净水大神负责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污水，被他净化后的水资源可达到100%循环利用。在质检车间还藏着一位掌握军工神技的隐形特工，简一右下隐形驸马，一砖一码，数码防伪，瓷砖全生命周期可塑，保障消费权益。而真正的智能化天团，全自动智能仓储物流平台，首先是智慧统帅，他是整个仓储系统的大脑，弹指间号令千军万马。然后是招招灵力的超能神机臂，动作灵敏，擒拿腾挪无出其右，还有身法灵动的 AGV 急先锋，走位飘逸，定轨搬砖，忙而不乱，以及稳如泰山的有轨 RGV， 行走如飞，力大无穷，精准送达。至于游刃有余的空间魔法师，实现仓储智能化，让占地降低80%，空间利用率提升4倍。通过这些智能化的高手，实现物流仓储与运营、生产、销售智能化集成，大大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。依托工程、技术、设计中心以及博士后工作站，简一智能化生产基地实现产研融合、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。从制造到制造，我们完成了从精砖到强大的发展跨越。未来，我们将继续为人们的美好生活而尽力，为社会进步而尽责，
为百年锦衣一流品牌打下坚实基础。